同样受到负面新闻困扰的文章，近来似乎有蓄势待发、东山再起的架势。近日，女演员姜育晨在微博晒出了一组和文章的合影，照片当中两人有说有笑，文章还身穿新戏中的衣服，表情轻松。姜育晨在照片下附文称：“探了个班，他们说我的脸是歪的，什么什么。”看来文章已经完全走出前一段时间的低潮，整装待发，准备用新作品说话了。